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19面，319面，咱对第三行第二句看起，古此离故。是千色的为这两句呢，就是消毒三个面，明者将恶难，就是这两句啊。这两句的千色呢，就是消毒众生贪嗔痴三毒之过暗，广救种种痛苦和灾难，恶难众多无数，高闻众恶难。这个所在所讲的状况，确实跟咱现在的处境完全相应。佛指地公心灵明智，如会说法三个是贪嗔痴，此三个念心性，可明果，令众生蒙面啊，可闻名，是流转因，流转生死之因，也都是六道轮回的真因啊。众恶难是其果。为六处四生呀，这就是六道轮回啊。确实，咱伫眼前每工对电视、网络啊、媒体做报道的灾难信息，频率不断地在上升啊，灾害也不断地在趋向严重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经常跟咱讲，是众生贪嗔痴三毒，以及种种不善言行所招感的。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夜眠孤报啊，丝毫不爽。咱也未当啊，不明白啊，啊，灾难要按照这会当化解，经常嘛明白的甲咱讲，佛指地公释灵明智啊，
六道轮回因，因果内面，好甲咱透露甲真多啊。众人来讲，是见思烦恼啊。见思烦恼千算呢，就是咱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，有时咱会做错了，做错就是造业啊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就是意业；讲错了，就是口业；做错，这是身业。身口意三业造作，都是现在六道流转生死的果报啊。在这所在特别多加一句，众业难，就是讲，这么多无数的灾难，咱今天去读这句经文，感触真深吗？因为伊就伫咱的面前啊，咱现在拄还好拄着，就是这个代志啊。佛公，佛教。这是救苦救难的真因啊！所以说你讲不讲何理由啊？是破脚的意思啊！清净。欢喜智慧之德，帮助咱来消毒三障啊！清净消毒含欲啊，欢喜消毒嗔恚啊，智慧消毒无痴啊。清净欢喜智慧是性德啊，消毒贪嗔痴三障之敏啊，咱真正好运，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人心文和化了。咱心修甲这个三障啊，甲消毒呢？这个三障都是咱常讲的业障啊。啊，佛的同学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业障，想尽办法啦，要去。个消毒，那为什么都未去呢？咱尊教经典的教诲，
佛菩萨的教化，逐天拢伫咧修持。啊，诵经、念佛、拜忏啊，做好事，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。那像都有业障啊，你无消除偌济啊？甚至也够可能啊！这个业障在增长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，真正是伫咧增长。什么原因？咱那所修学呀，不如法啦。修学的固定啊，无现前啊，固定是什么呢？清净、欢喜、智慧，实在啊，都是《本经》经底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欢喜是平等，智慧也是觉。无现前啊！换一句话讲，咱若修行无产生有机的效果，有时对有佛法的怀疑，愈来愈严重。这是今仔日社会真正最的合骨的同学共同所遇到的问题啊！那么要怎解释？要安怎来应对？袂当讲唔知啊，修行出问题咯，佛的指导是绝对正确的，该定可以三学啊，唔通啊拉定啊。应该得定，一定开会啊。那么怎样来样讲？可是，该路真正是疏忽了，无地值得来用功夫啊。所以，在这么多年当中，咱行过真多的所在，看到啊，真多佛门的同修，在家呢，疏忽了，修行业道，无真正讲究。十善业，无真正奉行啊！十善业啊，所以功夫不得力，业障消不去啊！那出家的同学呢？三米六几疏忽了，
是啊，出家人的根本戒。三米六二无做够，毋是佛的出家弟子。十善业道无做够，毋是佛的在家弟子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咱今仔日啊称佛门弟子，毋是真的啊，有名无实啊。这门功课要按怎会改补起来呢？这个重要啊！若无认真来甲补起来呢，这一生会空过咯。啊，对于倒位来补起呢？净业三福啊，是修净土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你袂当无遵守啊！三福的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四句，十六字啊！在中国古代，祖师大德教咱的，用中国传统的儒道哲观，哲戒律的观，行门的观。比学修行更加容易啊！啊，儒家行门的君，就是无论无常思维不得。就这四科啊，那世尊的修行经里面，加咱来扎根，嘛是这四个根。修行经里面讲伦理道德因果啊。啊，咱今仔日无咧学修行，用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只有1080个字，一句三字，总共360句。大家详细去甲观察，这1080字，真是咧讲这个无常、无论思维不定，是啊，迄都是介入的大根大本啊。中国人对细汉都学习家教啊，父母教你啊，这个根都学教的啊。
所以立好就无困难啦。啊，道家的太上感应篇，拢是咧讲这个因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分量嘛无多，总共只有讲了195项的。你啊，你是苦力195的力啊，拢在跟你讲善恶报应，三福来对，诸心不善啦、啊。这是因果，用这两项物件，来做咱的十善业的基础，啊，十善业都对四品八运咯。见过有为啊，恁想看卖对不？今仔日咱的毛病出伫倒位咧？无学地主规啊，无学感应篇，所以十善业也都袂起作用咯。如果有地主规，有感应篇。实现也对起作用咯。袂当啊，亲像阿罗汉遐尼清净，你比社会一般大众清净足多咯。你啊，得到清净心的受用，清净心是智慧，就清净心是修智慧，大清净心是大智慧，咱的问题就在这里，所以学佛对于都有起呢，对缘起概率来有起，有这个优良的基础，结果有菩萨的六波罗蜜，放下贪欲，那是布施之德啊。放下恶行，知戒之德啊！啊，放下嗔恚淫欲之德啊！放下懈怠懒散精进之德啊。
放下心浮气躁啊，禅定自得。放下固执智慧之德啊，欢喜心啊现前了，欢喜心欢喜充满呐，相信欢喜心嘛，啊信心自在啊，都是离苦得乐咯。灾难啊就会化解啦，这是啊佛光普照啊，佛光对咱的加持啊，真正是帮助咱。民俗讲，疾病疾灭，消灭疾地之苦因，苦疾灭到四地，苦是苦啊，疾是苦之因啊。只是结集，咱一般讲累积啊，烦恼啊，累积的是什么呢？烦恼习气啊，每一天，你现在是特别的明显。接受环境的染污，物质环境的染污，精神环境的染污，苦不堪言啊，疾病啦，讲是灭咯，未阁受到染污咯，好难好好啊！生活在大成之中，会用你袂？在现在这个环境内，对会当做会到袂？可以啊！只要你家己乐意。我无接触现在这媒体，我无看电视，无听广播，我无爱网络，不将杂志啊，现代人出版的这书籍，我拢会当甲固转啦。我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接受这个世间我的作君啊行贤的教诲，这款代志咱是会做到的啊，不是做不到啊，啊那个疾病就灭了，疾病啦，讲是灭咯，古布啊，自然就无咯。这都是
五行先贤诸佛菩萨的功绩啊，功绩是普度众生。我嘛是伫诸佛菩萨所度众生之一啦、啊，无困难，我愿意接受啊。无愿意接受就困难咯。啊，无愿意，甲这个世间一切污染放弃啊！你的佛法就学袂好啊？为什么呢？遐个物件是来破坏正法了，也就是讲破坏你家己清净平等觉个啊！你是来破坏啊！你若无去离开伊咧？你肯定会受影响。下面刷了个讲，色下三多苦，灭诸烦恼暗嘛。这句是经刷到顶面来啊，消除三毒啊，你。对你三恶道啊，无出六道轮回，你绝对袂对三恶道。这句话唔通去袂记你啊！贪吗？他的念头是五鬼道第一的业因，贪心就是五鬼啊。贪佛法嘛未用呢，贪佛法根本嘛在五鬼道。佛是教咱落来断贪嗔痴的，不是教咱换贪嗔痴的对象啊。原本我贪财色名之随，现在我把这个放下，我贪佛法，那嘛错了。所以啊，佛慈悲啊，你《金刚经》里面啊，甲咱讲，我将应下何方非法啦、啊？我是佛法啦、啊，佛法都爱呀下掉，哪会当贪呢？佛法是咱来尊重伊啊。因为帮助我断贪嗔痴，我尊重伊，我对伊起贪爱，佮对伊什么都起咯。啊，这桩代志。好，甲咱讲啊，真清楚，真明白。过错是伫你家己啊，佛菩萨无过失，祖师大德嘛无过失，经典嘛无过失。过失是咱队友啊。誓言啊，
放袂落啊！就算是放落来咯，也真像古人讲的藕断丝连呐、啊。那就是放落来咯，失去啊，也过无去，袂记得啊。时时刻刻也过会去现行。这都是恶福的人，未当出离六道的原因啊。啊，大乘教逐天伫咧学习，无尽了解啊。啥物时阵真正了解咯？张家大师讲的，你真放下就真正了解了。你真正了解，一定会真放下。啊，有知识何无放下？伊拢会将爱你得定。将来你开我啊，也会将来你往生呢？有可能啊！你来看你临终的时阵的运气咯，运气那是好，都是善友的边啊，给你提示。你用符合个地条的，就往生咯。如果运气那无好，临终的时阵，无人给你提醒，你对这个世间也有丝毫的贪恋、有恋，就过继续去轮回咯。所以艰苦。爱爹，你用平常当中去做啊！临终迄刻啊，才有路用啊！啊，那无咧，临终迄刻是错咯，一生啊，拢啊错咯，哎，就真可惜咯。消毒三毒，就是见思烦恼断咯。就离开三恶道咯。如果真正贪嗔痴那断咯，唔知离三恶道。要多轮回嘛无咯，贪嗔痴慢疑是疏忽啊，心见边见，盖出见，见出见，是见惑，就是讲你看错了。见性那登落，绝对袂对三恶道。啊，思性那登落，超越六道轮回啊！下面讲咯，该三道极苦啊！咱现在虽然伫领导受的苦。未输三多啊！
三毒的苦啊，现在的人间出现了。为什么呢？人的起心动念不如精神啊，不如五鬼啊。那就是这款代志咯。对果相，咱就会看到因。做人，人的标准条件是论常道德。现在人有咧讲论常道德无？讲的拢无咧讲咯。当然，更加是啊。无人会去做啊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甲伦常道德180度的相反，违背了正德。我不就是三毒啊，你三毒里面小业恶业啊，恶业消尽咯，也用明兵咯，有忏悔的心咯，有惭愧的心咯，脱离恶道啊，才过来人间呐。来人间，那是讲无拄着伦理道德的教育。哎，有个学派咯，学派安怎呢？人这一生的寿命啊，尽咯，会过去三途咯。你从经上讲啊，真正明白啊。三摩地的鬼王看到咯。这出去无偌久，哪会阁转来呢？一般人常讲呀，这现象是烦恼习气呀，伫作怪啊。你也未看你这个不善的环境的诱惑啊。那什么时阵，你才会把烦恼习气啊都太尽呢？这一般讲，你伫三摩地的时间真长啊！这爱把这爱习气磨尽啊！真正知影苦咯，无想要阁受这个苦难咯。闻到佛法，自然就心欢喜心嘛。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会生喜忧心。这就有救咯，
下面传下来讲，佛之地公如日，真像日头同款。佛地令教破无明烦恼，佛地是按怎来照破呢？世尊用两种的方法，一个是信教啊，做出榜样来给你看，伊的思想应该是经论，伊的言谈举止都是戒律，三宗十二分教在日常生活当中演出来啊，表演出来啊，这信教。第二种是言教啊，讲解啊，互你听。南军来人，这个看到明白咯。那尼军来的人，一个听也听有咯。这都是教破无明烦恼，心行言教啊，如你破暗果闻啊，业诸烦恼暗啊。开闭智慧眼，一得共鸣心啊，闭是知众心，将用心接受佛的教诲，智慧眼生起来了。眼之用为见，故相依眼表见，相如我，我即如目。无道如盲啊，六道最后一个就是佛智，头前五个对布施世界念了精进禅定，如果那是无智慧，前五道所修的一切善法是世间现化啦，未当出世啊！如果头前五道内面拢有智慧，福德就变作功德咯。功德就会帮助你超越六道。所以这是说明佛法里对常常啊用眼来表见，所蒙相闻，参奉思故，参奉眼看教，看教就看经，读经
诸古看告案，是该意干表不这之正见呀。这嘛是咱爱会记的啊。智慧是偌重要呀！咱啊，其他你麻烦咯，确实都是无智慧啊。啊，那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所得的是什么呢？智识，不是智慧。因为你无智慧眼，所以啊，你得到全部拢是知识。如果啊，你若是有智慧眼，你啊得到就是甲诸佛如来同款的。智慧，你看到诸法实相啊，你成就度众生的真实功德啊，啊，智慧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智慧的观啦。你爱起心动念，要有分别执着啊，完全是精舍伫咧做主。诶，不是功德，佛法称之为福德啊。福德会当啊出轮回，功德会当出轮回啊。功德啊，福德是有差别的。修福的人啊，是真多真多啊。啊，福气倒位向呢？不一定。啊，除了阿鼻地界无福，其他拢有福报啊。这也是佛法啦，叫做满业。你去到一道去投胎，那叫因业，引导你啊去迄道去。这是咱家己做的业，佮分做这两大类。咱会来到领导来，咱的因业是同款的。这个因业是甚物呢？魔改啊！用品实现，引导你来这领导来啊！你修了多数量，也是不安业啊。到人间来，富贵贫贱是无共的，这属于满业。满业吧，虽然无共款，会享福法的人，
有方法弥补啊。这一期生中无受灾福的啊，现在当补出来了。过去生中啊，少受智慧的，也会补会出来。甚至讲相貌无好，身体搞破病，就无为布施也会当啊弥补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或者经典上教咱呢？咱学会晓，就爱会晓用啊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工作当中，用在处处待人接物，在乎。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无一项毋是修来啊，拢是布施啊！咱说修法、修布施、修财布施、修法布施、修无为布施，愈施愈多啊！这是啊，不加难的。而这是正见啊，各看下面以花言以世间品讲这个十眼，这个十眼呢都去头前的五眼，五眼相共呀，六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福眼，这相共呀。还有界众生。印度以下拢有六眼，欲界天人亦有天眼，其他三种都系修行人才会当去得到啊。阿罗汉有慧眼，菩萨有法眼。如来有佛眼，五眼以外有十眼，华严经常讲的第六个叫做第一眼，见诸法故啊。见诸法是什么呢？见诸法的实相是第一眼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！啊，各位科学家。因应固定科学仪器的帮助，亲像德国的普朗克，伊也看到物质的现象，物质到底是什么物件？
你看到了，伊是照着仪器看到的啊。菩萨啊，唔免仪器啊，看了比伊较清楚，地眼啊。这个光明眼，也或是光明果啊，伊会当看到佛的光，佛光无照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拢伫佛光普照之中。咱凡夫看袂到，菩萨有光明眼，伊会看到。佛光当中有化佛，佛光当中啊有刹土，佛光不是讲什么拢无啊，万化互足啊。第八个叫出生死眼，业力盘果啊，涅盘就是自性。这个、出生死眼是什么呢？禅宗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都是这个眼。看到诸性清净圆明体啊，看到涅槃啊，第九呢，无碍眼，无障碍。清凉大师用华严经。化作四无碍四种，力无碍，思无碍，理思无碍，思思无碍，四种无障碍，这是华严菩萨啦。华严菩萨如是，极乐世界菩萨也如是啊！乃至极乐世界凡圣同净土，哈哈并往生者也如是。为什么呢？弥陀本愿。四十八愿的加持伊啊，伊烦恼失去一分都无断啊，伊的智慧、伊的德能、伊的上好，
跟阿维瓦蒂菩萨拢是同款啊。阿维瓦蒂是八地以上的啊。完整三不提啊，完是完满，完满正着三不提，所以八地叫做不动地啊。所见无碍啊，看到啊，阿赖耶的三世相。无需要用科学仪器，伊就会看到，这叫无碍眼。第十，一切谛眼，犹如普眼，见普门之法界故。这个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哦，是普遍，门啊是会通的意思，障碍无了。必法界虚空界，伊拢看到了。你智慧未生烦恼啊，对家己来讲，生无上正定正觉，华严经上所讲的妙觉如来。高位啊，如花的起作用，普度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该成佛道啊。金文智慧眼，是经常讲的智慧眼，可视为十眼中之慧眼加智眼，完全就思想上来解释，十眼当中有智眼，有慧眼。也可改为众生本有的智啊，如来智慧啊，德相，亦即佛眼。哎呀，讲会通呀！大乘经里面。讲的这个五眼、十眼，不是啊，如来专利啊，一定要知影，一切众生人人本有啊，
只是啊，你现在有梦想执着你不能正得。哇，这句话讲，如果你会把梦想执着给放下，你就正得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经过那边跟人讲的，放下厌世烦恼，就是执着。有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未过执着咯。你慧眼呐，就现前咯。阿罗汉正道是慧眼。你把尘沙烦恼放下。就是讲对有一切法，未过再有分别心。你的法眼呐，就恢复了。菩萨所证到的呀，佮进一步了，根据六尘境界内面。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的佛眼出现了。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如来智慧德相现前了。现在咱的状况呢，因为有无明，有尘沙烦恼，有见思烦恼，这些物件是障碍呀。咱本来有的十眼，现在只剩落一个六眼。其他拢未起作用，唔是无啊，有啊，暂时未起作用。什么时阵觉悟咯？把种爱放下咯？伊呀，家己的五眼、十眼就恢复正常啊。由无明换一，无明烦恼换一，就把旧物看掉了，生着真高的障碍，把旧物看掉。比如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幻依啊，莫为昏蒙啊，但凡夫昏蒙不是真的，要将爱去掉就恢复咯。现在是住在昏蒙之中，因为诸佛如来有佛眼呐，
因为有咱无啊。以梦为主啊，这个错在家己啊，无在别人啊。佛光普照，在众生心中本慧眼啊，灭无始之来。蒙民果言开闭啊，这是佛对待啊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都要各加两字，无言众生啊，这真重要啊。所以啊，佛门常讲，佛不道无言之人，什么人有言呢？什么人是无言呢？这咱未当讲，唔知影。你乐意接受的啊，都是无言；你拒绝接受的，哎，都是无言啊。所以言唔是伫欢喜方面。在家己这方面，咱接受的心态无同，接受的热情也无同，接受的理解也无同。啊，接受的受用啊，当然都无同咯，差别太大咯。要安怎接受，咱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呢？印光大师啊，讲啊真好。真诚恭敬心啊，性戒即持啊，你真正得到了。最重要一个是啊，真诚恭敬心。那公司对佛法、对世间法，嘛是安尼生。学习任何一项物件，你会达到啊什么款的境界呢？关键拢嘛是伫咧真诚恭敬。啊，别人是不相干啦，完全是伫家己。真正一份恭敬，你就会得到一份的成就；十分恭敬，你就会得到十分的成就。完全也是决定伫个家己，哎，怎样？有人有法有一切经验拢总不相干啊。这个道理未当讲唔知影。最蹊跷的啊，就是啊怀疑的太多。那是各有批评的态度，那就更加害了。怀疑的态度也更加好，家己不得利益，批评做罪业啊，
佫无爱家己也承担嘛。你那是批评错咯，你将来得到果报是无耻啊！无论你投生伫倒一道，拢无耻，无智慧啊！可是你都要知影，无耻就非常容易作孽啊！做孽就袂当啊，无去受三途苦报啊！你讲这个麻烦有偌大呢？所以啊，这下面解释啊真清楚，该为众生昏盲无知啊，不屑。本具佛眼，心眼拢嘛是咱自性本来有的啊。凡诸人为妄，凡诸人为妄，将佛眼推向佛边，以为只有佛才有我无。因为佛光普照，开明众生心中。本有智慧之眼，你呀、啊，消灭盲明呀。关键就是咱家己去接受啊，去接受啊。第一个条件，对个性啊，先贤的尊重啊，尊敬啊，这真重要啊！以至诚恭敬来向伊学习，你就会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真实的受用，为什么呢？一真一切真，因为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是你家己心现色变的，你用真心发法界真。你呀、啊，用疑心发发拢疑呀，你用妄心发发解妄，对呀、啊，心上思嘛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诸法实相啊，你袂当唔知影呀。我看下面公明心三藏法所十三为有三种公明，第一种外公明，日月黑球顶之公明，令到暗者。这个外呢，也是讲心外，也帮助咱照明。第二呢，发光明，妙法令度无耻之暗者。这个发光明就是智慧。世尊教导咱这方法，拢是属于发光明。
啊，伊用伊的心来表发，咱讲表演，伊的日常生活拢是咧甲咱表演的。是化公明啊！伊的研究众生听到会感悟，佛无在世咯，才会声闻菩萨。把佛医生所讲的经教用文字把记录下来，愿接作经典，有台后世后人有缘去拄到这些经典，哎呀，生起恭敬心啊，真诚心、灵性、灵界，依教奉行，嘛会当破迷开悟。你就真是利益啊，这啊拢嘛是属于发功名啊。咱今仔的言啊非常殊胜，咱啊拄着华严，拄着法华，拄着灵严，把这该行无量寿经，对这个大乘经教的学习，长时期的学习，咱现在感受到整个宇宙、整个无情啊，拢啊在放光啊，一切是。一切事，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常有感悟啊！如果无学习这个大乘经，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无这款的感受啊！是什么感受呢？你看看古今中外人写的文学作品，那就是啊，众生的感受啊。亦即是现在所讲的艺术品，内面啊，无办法脱离情执啊，呀，这种感受啊，袂当亲像啊佛菩萨，佛菩萨迄个感受是我啊，讲我啊，知影这个真相是安怎啦？一个我计划了后，渐渐也向外扩大，真像野火燎原同款的，愈来愈旺。
教学里面所讲啊，触类旁通啊。一文千五啊，伊有这种的趋向。第三，新光明，诸佛菩萨及诸天定之心有光明，令度暗家。心光啊，有无真正有啊？咱来看一份老和尚的泥谱。来到这段记载，嘛是啊，过年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应该是二九暝啊。老和尚住伫茅棚，茅棚甲寺院啊有一段路，应该也是无真远。伊咱一般咧想袂超过三里路，因为粮食啊，都爱靠种子，泥罐高咯，都爱去。从住迄个所在去摕一点啊粮食、油盐、青菜，伊摕到了后，就行倒转来，应该是黄昏的时阵。好，和尚袂讲行真紧，但看伊老大人行住坐卧拢在定中啊，一定是啊真慢啊，会转去咯。伊半路拄着两个人，拢熟悉出家人，因对外面要转来寺庙，手里挂一把灯。你路里拄到老和尚，啊，就问老和尚讲：“天遮暗咯，你来无挂只灯呢？”老和尚听到这个话啊，这个天真是讲忽然间就暗咯。伫阿伯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天是光的啊。这是什么光明？这是三昧光明啊！老和尚在定中啊，无明暗的分别。伊无动这个分别心，无这个执着，所以伊无感觉天暗了。看个清清楚楚，但是何人就提醒呢？提醒什么？也分别记录起来了。天马上就变了，所以啊，经常的讲，凡所以上皆是浮梦啊。这唔通当真呢？凡夫俩下只个麻烦，都是把只个物件当作真的咯。
下面讲咯，如经文，心定该有光明照耀，心有光明是为呀、啊，光明心之浅色。这个意思浅呢、啊，静言之，也得光明心另有三义呀、啊。一家如千秋多罗尼经，或东地吉林，即是光明中一切如来光明所照过啊！当该解释做。依魂老和尚所度的都是这款境界，本身都是大光明中啊，有记华严经的同学啊，对于这款讲法应该是啊，无怀疑咯，会当接受呀。为什么呢？佛的经常上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，这话咱听太多了。本来是佛，佛就是大光明中啊。佛祖上即净土啊，上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即是清净之极，无丝毫的染污。明是光明啊，念教法界是诸生的光明啊，所以用将一光来形容。一切众生，伊的本质就是上一光，一切万法是对上一光变现出来啊。伊的体是上一光啊，伫这地来讲，即是光明中。一切如来光明所照过啊，犹复光普照，众生果灭显性，慧眼啊开明，净心起念，吾是十方如来光明所照啊，行者自心即成光明中也。这第一个意思啊。因为佛光普照，这是什么呢？你迷失了自性啊！现在需要各离不迷人来帮助你啊！帮助你破迷开悟啊！一切如来的教诲，
都是佛光普照。但是当礼敬十方如来，都接受一切如来光明所照啊！啊，咱对佛如果那不相信，佛讲会照未照啊？但是你无接受，你有障碍。如果你无障碍，那伊真正会帮助你开悟，众生啊，果灭现生。这个现不是现落的现，是人性本现的现啊。这理呢，都是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真正叫善啊。如来是诸性，咱诸性本来有的智慧德相，渐渐渐渐向外透啊。你都有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形象、理事、因果，慢慢啊，拢通达啦，明了咯。现在咱未当通达，未当明了，关键伫倒位，就是这些顾虑啊。烦恼的代名词啊，这个果就是咱平常的经教里面常讲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烦恼更加多，总是未出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把所有一切烦恼拢总拢甲包括了，问题是讲这物件都要放下。啊，咱伫经教内面学习咯，知影讲这唔是好物件，拢是障碍啊，拢是虚幻不实，唔是真呢。一切物质现象假啊，精神现象嘛不是真呢，自然现象本来嘛是无的啊。这三种现象也会甲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部拢包括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！为什么要执着呢？为什么要分别呢？为什么要起心动念呢？都是因为有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。咱才会变作今仔日这款的款式。是有这些玩弄的苦难啊，了到十法界，拢是梦幻泡影啊，连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嘛不是真的。
所以咱每天啊，确确实实来提醒家己，哎，把这问题提出来，我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要分别？为什么起心？为什么要动念？这是祖先来对本来都无呀。啊，本来无，现在呢有咯，而且坚固执着，就麻烦大咯。问题无在别人，跟任何人都拢无相干。啊，诸佛菩萨不相干，跟天地鬼神不相干，跟一切众生不相干。甲家己做月经验也不相干，从清楚从明白咯，那这肯定就是自作自受啊。解脱呢，也是来靠家己啊。除家己以外，其他人也袂当给你帮忙。安怎解脱？放下就解脱咯。哦，你看放下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咯。你也清净心现前了，放下分别啊，你就成菩萨啦。明定心现前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这叫做果灭现性。然后讲普照给我们带来了无比殊胜的利益，让我们感悟了。啊，知影我家己原本甲诸佛如来拢嘛是共款的啊，去哪里变做这款式呢？这是啊，这是啊，家己的罪过啊。慧眼开明咯，用清净心来起念，清净心嘛，都是啊。真诚恭敬，知名念佛，有时心方如来光明何照啊？何时不何离啊？嗯啊，中国人讲不比啊。照是照住啊，这个光直接对着你，好，你会当感觉到是这款意思啊。这是佛的加持啊！下面这句是咱自身的成修，行者自身，即行
讲命中呀。我讲，甲咱自性诶光明，就是自性本来有诶八智智慧，演化出来了。安怎演化出来的？真明显的理啊，要做慧能大师，你我做林大师的方丈室里面听五祖给他讲经讲经大义，听到应无所住离生机心，他就合然开悟了。五祖给他讲经，那是十方如来光明佛教啊。这个时阵，林大师自身就变做了光明众生咯。那咱来问讲，为什么林大师以即时成就光明众生呢？那咱读《金刚经》，为什么？因为叫光明众呢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原因啊，就得写个真清楚了。林大师告别先生，为干。开明静心之念，你家想看这十二字，伊是毋是拢附着咯？这十二字就是咱平常讲的真行恭敬啊。所以一个接触就开悟咯。啊！咱今仔日个无灭啦，啊，都是妄想分别执着，咱也无断啊。咱内心无生出来啊，咱也可是六眼无慧眼呐。咱的心内也有疑惑，也有杂念，这就未用呢。所以你若问讲什么原因，原因伫即地啊。现在啊，时间到了，啊，咱就学习到即地。